很能前进哦，是因为水流的关系吗？不是，它重点在风向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哦，比走路还快。它控制在控制风向。这是蚵仔鱼哦。哎呀，那个是死掉的。哇！哎，不会吧？这应该是平衡感要很好。来来来，赶快！水上交通工具也不错啊，哈、哦。因为他家住风是这样，所以他在练习转弯什么的，这样还不算冷哎、欸，都不是穿防寒衣。哦，对，平衡感很好啊。那要一定要弄让风有。风是这样，还跟阿雷意思。Continue.